之前受访的时候有说跟好几个朋友一起去骑脚踏车出去放风什么，会不会有一个也这样子的实境节目会想参加这样？我们应该叫一就是侧拍的，我们这后悔的就是没有侧拍。我们就叫全明星旅游中之类的啊。全明星人家用了啦，我们怎么可以用全明星？那你会想要叫什么？修与他的朋友们也不能以奶爸为主，这样奶爸脚踏车。如果要去就是去荒岛的话，你想要揪谁一起去这样？杨宁跟杨明威一定跑不过，因为他们两个真的很好笑，小朋友都喜欢先玩，然后再来做该做的事。对，所以我就小小的教训他。教训很严厉的，是很严厉的。我很严，就是很严肃，就是很严肃的跟他讲。对对对对对。他有稍微有一点闹脾气。闹脾气啊？有一点点。那怎么样缓解？还好，就抱抱他，我说没事没事，爸爸还是很爱你。最后功课有写完吗？有，都有完成，就是但又心疼他很累，嗯，就会心疼他，就是到了那么晚，然后这么累了，还要被我念，那一定是很多的情绪。他是会东摸摸西摸摸这样？对，都东摸西摸，就是装作没听到我给他，就是说，哎，我们要不要来写功课？就装作没听到。妈妈如果在的话，就跟妈妈稍微分配一下时间，就一定要有一个人在家。那刚刚有提到实境节目嘛，就去参加之后怎么样？有上瘾吗？我是跟公司说，为什么我不叫我去？我超想去的。然后他们说，你真的想去？我是超想去的。他们才让我去。我是很喜欢的。也就是说，我觉得实境秀是很真实的一面嘛，然后大家又可以互动又好玩。然后我就看杨明威做饭，就怎么看都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你之前受访的时候有说跟好几个朋友一起去骑脚踏车出去放风什么，会不会有一个也这样子的实境节目会想参加这样？我们应该叫一就是侧拍的，我们这后悔的就是没有侧拍。这个节目感觉很好看。有，我很认真的在跟公司的人，他们都不想跟我聊。哦，就提案。我们就叫全明星旅游中之类的啊。全明星人家用了啦，我们怎么可以用全明星？那你会想要叫什么？羞与他的朋友们也不能以奶爸为主，这样奶爸脚踏车也不行，但是这样局限太小了，就是局限只有在骑脚踏车跟奶爸，我们要把那个格局再放大。如果要去就是去荒岛的话，你想要揪谁一起去这样？我觉得杨宁跟杨明威一定跑不过，因为他们两个真的很好笑。对。然后很多哎，其实这样看起来，我觉得元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选，因为他很会做，而且他什么都会，他又可以去捕鱼，又可以去打猎，又会赛车，对。那你觉得你去荒岛你会担任什么角色？头脑派吗？还是？我基本上都可以，就是不要太危险的，比如说下海去捕鱼这种，我就说，哎，那就比如说你们谁会你们去？那料理这个我 OK， 然后干粗活也可以，然后或者是各种机动 OK， 对。我们不要再认真讨论荒岛，荒岛就其实还不错哎。